资深艺人杨秀慧有话直说不做则的个性深受粉丝喜爱。14日晚间，她无预警在脸书发文强调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会嫖妓的人，更在留言区点名有一个姓白白的人，表示有一个人想弄我，你没想到我可以弄死你，让网友震惊，揣测是在指过去和他一起搞笑发文认爱的白云。我是魂断国境之男，我是处男啊，我是男呢，我处男，我就跟他讲，不要这么冲动，你冲动个屁啊！你这样哈，在气氛会让人家意乱情迷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要杀菌一下，好，喝两杯，阿朵出书啊！天哪，他哭成这样！我对你负责了，你不要哭了。小声一点啦。57岁杨秀慧去年5月开玩笑发文，认爱52岁白云震撼演艺圈。白云日前录三立综艺大热门，透露近来跟杨秀慧已没联络，坦言杨秀慧当初玩太大，让他有被消费的感觉，不太舒服。我跟你讲，大喜之日之后我们就分手。个性就是独来独往，伊不甲小你啊，他又比我年长，啊我紧张，我讲讲伊咧讲，我袂爽，伊袂爽，那就算。但杨秀慧强调两人交情没变，表示白云应该谢谢自己，是我把他弄红，不然他都快过气了。都是假的啊，互相消费嘛，他不开心我就跟他道歉就好了。表示你们交情没变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朋友、啊？交情没变啊。那你跟秀慧可能在当朋友吗？是朋友啊。是有可能在回复像以前的热络吗？不行啦，那个我不是自己自掘坟墓吗？花风景自己跳不行啊，但是朋友那是没话讲。哦，这朋友觉得 OK， 但是你说还要再搞这个什么？我的体力太好，我不行。社会观感不行啊。对，那个就是社会观感。其实不是故意的啦，因为他也没什么值得让我吵的，他也因为我上了很多节目，他应该要感谢我，要不然他是快要过气了，你懂吗？针对外界猜测杨秀慧是在炮轰白云，但杨秀慧回应白云姓李不姓白，大家不要曲解。我说的白白是一个圈外的白目的人。伊那酒若啉落去，伊若那讲，一定敲电话。总有。伊若敲电话，我就是一定啉酒去开。不需要。杨秀慧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天一定要甲你死啦！我跟你讲。白哥要控诉了。你真正，你竟然跳出来讲话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伊哦，酒若啉落吼，这个不行。就跳起来我。关于双腿上面哦，你看，哎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当场？要求要火车便当哎！对，最近新闻最大的一条就是杨秀慧竟然跟白云两个人一人出一行，阴阳莫比啦！哎呦，不要乱讲啦！哦，多得啦！这样子啊，其实哦，这个哦有这个起承转合，起承转合，起承转合，对啦。你们两个在一起哦，等于也是帮演艺圈除害啦。你要让我，你要知道我的感受。乖，好的感受。我没有吃这么油的啦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今天是我们自己讲出来的，或者有人拍到，我们还可以说啊，这个是借位，这个是某一种角度，或怎么样，可能有这些问题不太好。但是你们自己发的 FBIG， 你这还能怪谁呢？他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嘛，对不对？夜郎哦，真是就拍球了，喝到底，来喝到底呢？喝到底，啊，一起喝到底呢。啊，我老公，你来垦丁，我穿比基尼给你看呐，这样子。哎呦，你来，我就穿比基尼啦。这时候在电话里面，我老公，那是在电话。嘿，你讲呸，啊，一跳起来都叫落去安尼啦。我怎么会去想看嘛？你们就是说他是只是口角春风啊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互相开玩笑，互相开玩笑，对对。都老朋友啊，哎，都规身躯死了，你又像你去吹啊！我讲，伊哦，这就是阮咧林志玲甲网红啊，对吼，我这人哦，不能食言而肥，我说要穿比基尼给你看嘛，所以我就把衣服撩起来绑起来，也是睡衣，说到做到，给他看，给他看，这条，哇，太绕了吧，就手牵手，你看嘛，我是穿一个海滩裤跟 T 恤嘛，对啊，我们都洗完澡了，这个房间的后面那个纱窗的后面就是海，两位，哎，这个叫做居家。居家服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居家服？还在那边海滩裤？对，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干脆这样子啊。
拍完照不剖也可惜，我现在来拍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半个钟头我们两个再拍一张说喝酒了，安我们在一起喝酒了啦。哎，啊，谁知道喝下去就太嗨了啦，都没见，没见困天更了后，我手机。好，休蛋。困天更，困天更，直接抓到，抓到就两个人先困到底。丢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因为我喝懵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回到我的房间。你喝懵有回房间？有回房间吗？就在隔壁嘛。后来他就打电打来。我现在立刻快问快答，你立刻回答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你的房号几号？我被骗了。不是住自己的房间。抓到了。来，听听看网友网友提问，来第一题，第一条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第一条，想问秀慧姐。情定北海岸男主角床上功夫如何？好来，那个我没用啦，哎，我都不用，回不了生意，好不好啦？好小，哎，你这一句话讲的最诚恳，真的是好小，真的没有用过，真的啦，用过态度不是这样了。但是啊，但是态度不是他一直啊，一直这么吹嘘啦。他一直还是一直。一直吹，一直在那边吹嘘说他有多厉害，多厉害。我告诉你啦，他这个人哈，他说不要就是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，我台币，依然想，依然想，依然想，真惊嘞！啊，所以伊吼，伊讲伊袂介意我啦，哦，伊讲伊绝对袂介意我，但是我咧讲，伊若酒若啉落去，伊若那个，一定打电话，总有，伊若打电话后，我就是一定啉酒离开。喂，杨秀慧，我咧讲，我有一天一定要甲你讲你死啦！我讲真的，我讲真的。你是喝多少？你到底是喝多少？你就知道我喝有多醉了，而且还是假的。秀慧姐能得好相处、好人缘，圈内所有人都知道。的，但是吼，人酒了啉落去吼，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有可能听说还会骑在白云身上，毛手毛脚。我跟你讲，你请假了，白哥要控诉了。你请假，你竟然跳出来恭维对面。我讲，你吼酒了啉落吼，这个不行。都跳起来我。在双腿上面哦，哎呦，啊你看，啊都给他抛嘞，啊都讲，哎，啊都给他撸啊那个说来说去啊那个，难怪你喝醉你会对秀慧姐讲，就是我就生气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啊你看，哎，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到当下，要求要火车便当哎。哎，这个母汤腰力不好的，你能火车便当吗？因为每次我喝酒哦，我看到他就不是人的相貌，是什么样貌？我看你跟他低啦，啊，是牛啦，跟他高啦，看看我的坐骑，畜生就坐骑，想要坐上去，嘿，我就想捏他的脸，我这样想蹂躏他，这好啊好啊，都好得好啊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请高桥哦，都好得好啊，哎呦。那是打是情骂杀嘞，阿爸那爱着个怕死啊，你知道？两位有考虑就啊，无归去个到顶去斩嘛？对啊，气话嘛。我已经这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宪哥，我尊敬他，尊敬到很像我的爸爸，有尊敬，哎，尊敬，因为他的面容嘛，你看我大他五岁，他看起来好像我阿公，有没有？哦，你阿你公有他结婚啦，给给做恁阿姑的啦。这冰淇属于好呆啦。冰冰姐就说，如果说你们两个到顶结婚的话，他红包要包的比我包的还大啊！对，真的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话我就摆在这边，所以我要拱那个冰姐那一包，对啊，冰姐那一包一定大包的，抛砖引玉，他又很慷慨，对，你们两个如果结婚，120万，哇，120万，太大包了吧？摊起来，摊起来，啊，赶快来，要在我面前做一次，我确实。假结婚要确实，欢迎两个男的人哦，哎嘛趣味呢，什么话呢？网友提问下一题，秀慧姐曾经说过，两个人脱光光会笑到天亮哦，会笑到天光，但是事实上，如果只剩下一朵白云，你会认真考虑吗？查甫拢死啊，查甫拢死了了，我半个人。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剩一个啦，剩一个，剩一尊啦。安尼，我今日来录电火条，录个破皮，生汤生汤生汤补啦。伊讲，干嘛去录条录个歹去？哦，啊，我嘛有我话讲啊。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有人讲，就讲那。
要爬杨秀爱安那爬，你知无？竹条来，竹条来，你甲看，竹条好啊啦，我竹条，你当作我是你别古董了，我这个古董才古董啊呢，哎呀，五十多年的古董啊呢，所以阮两个吼，仅次于到非常好的闺蜜好朋友。对对，啊你讲进一步的时候，其实两个无感觉啦，嘿啦，无感觉啦，迄个感觉吼，嘿，无多啦，有达以上啦，有达以上啦，恋人没有恋人啦，好。